第一次出来旅游。几点了？错。继续，今天啥安排呀？一会儿带你去西安特色的羊肉泡馍吃个早饭，然后带你去商场买几件衣服，晚上我们去那个鼓楼拍几张美美的照片。不用你拍，我已经找好人给咱俩拍了。兄弟们，带你们看看西安美丽景色啊！什么安排？你再说一遍来。吃早饭。几点吃早饭？吃晚饭。知道了，那我们就先拍照，这里吃过，上午关门了。吃夜宵啊？不对，吃哪儿？吃啥玩意儿？这出来玩这一趟，算你妈呀！